坚定的理想信念，是一个民族走向伟大振兴的思想引擎。崇高的价值追求，是一支军队立于不败之地的精神支柱。我军作为党缔造和领导的人民军队，从创建之初就确立了体现我军性质和宗旨的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先后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精心培育形成了人民军队特有的理想信念和革命精神。新世纪新阶段，胡锦涛主席着眼时代发展和战略全局，明确提出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导构建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2008年12月，胡主席系统阐述并号召全军大力培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忠诚于党，热爱人民，报效国家，献身使命，崇尚荣誉。这五个方面，20个字，字字千钧，句句警策，确立了当代革命军人的精神坐标。如春风劲吹，似春潮涌动，全军上下响应胡主席号召，坚持把培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作为思想政治建设的重要基础工程，大势大抓，强势推进。军委习副主席、郭副主席、徐副主席对培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高度重视，军委领导多次到部队调研，主持召开座谈会，发表体会文章，亲自部署，亲自推动。总政治部坚决贯彻胡主席和军委决策部署，精心筹划，周密安排，跟进指导，有力推动了培育工作扎实开展。部队各级党委领导认真组织，狠抓工作落实，广大官兵热情参与，自觉培养践行。以主题教育活动为牵引，抓普及，求深入，促经常，培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在全军部队如火如荼波次推进。2009年，培育工作全面展开。这一年，围绕深刻理解把握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思想发动广泛深入，理论阐释系统深刻，宣讲辅导扎实开展，学习培育呈现出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总政编发了党的三代领导核心和胡主席有关重要论述、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学习读本等教材，召开英模代表座谈会，制作播放电视系列辅导讲座，结合深入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指导培育工作在全军部队迅速展开。组织宣传画、歌曲、动漫创作征集活动，开展军歌嘹亮颂祖国群众性歌咏活动。军队新闻媒体开设专题专栏，举办国防生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引领我成长演讲比赛，大力营造浓厚氛围。参与全国双百人物道德模范评选，组织首届践行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年度新闻人物评选活动，树立起鲜明导向。2010年，培育工作深入推进。这一年，围绕解决影响官兵理想信念、价值追求的现实思想问题，深化理论武装，加大形势政策教育力度，确保部队经受各种严峻考验，培育工作更加深入，更加富有成效。编发科学发展观读本、英模故事集、军营理论热点怎么看等学习教材，加强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组织党的17届五中全会精神宣讲团赴全军巡回报告，
帮助官兵正确看待国际国内形势、民生热点问题，开展创先争优活动，激励官兵崇尚荣誉、争创一流，认真抓好大学生新兵培育工作，引导他们报效国家、献身国防。党中央、中央军委修订颁发的政治工作条例，明确了培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在思想政治建设中的重要地位。中国人民解放军共同条令、军队基层建设纲要、思想政治教育大纲，以及2010到2012年军队高中级干部学习规划、军队基层官兵理论学习规定、军队机关党员干部学习规定等法规文件，都鲜明体现了培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的基本要求，使依法指导开展培育、深入持久抓好培育有了基本遵循。2011年，培育工作进一步走向经常化、规范化，全军部队积极适应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复杂形势，认真学习贯彻胡主席关于国防和军队发展主题主线重大战略思想，围绕坚定理想信念，忠实履行使命，以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为重要载体，深化培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紧紧扭住忠诚与党这个首要问题，强化军魂教育，举办军队高层次理论人才研修班，结合纪念建党90周年，开展党史军史学习教育，大力弘扬听党指挥、服务人民、英勇善战的优良传统，在筑牢官兵精神支柱上持续聚焦用力，结合培育工作实践，积极探索建立深入学习、长期培育、自觉践行的制度机制，推动培育工作更加科学、扎实、有效。春风一拂千山绿，培育热潮涌军营，各部队按照胡主席提出的抓好思想教育、舆论引导、文化熏陶、典型示范、实践养成、制度保障的要求，积极创新形式手段，不断拓展方法渠道，形成了多措并举、综合培育的生动格局。坚持把理论武装贯穿全过程，理论指导鲜明有力。各部队结合国际国内形势和部队建设实际，组织官兵系统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用党的创新理论解疑释惑，廓清思想迷雾，拉直心中问号，围绕培育中的重大问题深入进行理论阐释，充分发挥理论研究的先导作用。2008年以来，3万多名团以上领导干部登台宣讲辅导，40多名全军四会政治教员标兵和优秀政治教员巡回授课演示，全军有26个反映培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的研究课题、教学科研成果获国家和军队级奖项。坚持用先进典型示范引路，培养践行学友标杆。近3年来，全军涌现出一大批重大典型，在第一届、第二届全国道德模范评选中，全军和武警部队有9名官兵光荣当选。在2009-2010年度践行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新闻人物评选活动中，有31位英模走上颁奖台。这些先进典型在军内外产生强烈反响，为官兵竖起学习践行的榜样。沈阳军区某旅广泛开展典型引领我成长教育活动，他们以操场为课堂，让身边典型登台献技，与官兵共话军人使命，畅谈人生追求，激发拼搏进取、争创一流的内在动力。坚持用好用活现代传媒手段，赋予培育工作浓郁时代气息。一部动漫一个礼，一次游戏一堂课，一段 DV 一片情，官兵们在寓教于乐中自我激励、自我提高。
地处腾格里沙漠边缘的兰州军区某旅，注重用信息网络焕发培育活力。他们发挥网络资源共享功能，开设军营学堂、时政教育等专栏，丰富知识，开阔眼界。发挥网络互动交流功能，开设博客、论坛，组织视频对话，让官兵谈体会、晒思想，互帮互学。发挥网络文化熏陶功能，开发理论农场等闯关游戏，人人制作网络板报，开设军营拍客、动漫乐园等板块，使官兵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感染。发挥网络洞中教育功能，利用新网工程接收器把正公网搬到演训点，促进野外条件下培育工作的落实。坚持营造浓厚政治文化氛围，文化育人功能得到充分发挥。宣传画贴起来，标语牌挂起来，经典军歌唱起来，红色故事讲起来，励志格言传起来，特色文化兴起来。总政遴选22首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优秀歌曲在部队传唱，印发2套实服宣传画在军营张贴。总参某飞行训练团机务一中队围绕培育这一主题，广泛开展群众性、经常性的系列小活动。他们依托团政公网开设中队小网页，坚持兵写兵情、兵写兵事演小节目，为官兵制作记录成长历程的小卡片，结合机务保障工作评选样板机，适时编口袋书，办黑板报，育扎根树，挂荣誉像，营造了处处受教育、时时受熏陶的良好培育环境。坚持在融入渗透中求实效，增强培育工作的实践特色。每一个战斗岗位、每一次重大任务都成为培育的重要平台。广大官兵在生与死、血与火、苦与累的考验中，在日常学习、训练、工作、生活中，感悟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的真谛，自觉培养崇高的理想追求、良好的道德品质和顽强的战斗精神。济南军区某部红一连是毛主席亲手创建我军第一个党支部的连队，他们坚持用光荣传统铸魂育人。新兵入伍第一件事是参观荣誉室，新干部上任首先要交接好传统的班，重大节日、野营拉练、外训演习和执行任务都要开展形式多样的学传统、用传统主题实践活动。在红一连这个红色熔炉里，军魂教育渗透到点点滴滴，听党指挥的基因代代相传。各部队还把培育工作向官兵家庭和社会拓展，努力构建部队、家庭、社会共教共育的良好局面。北京卫戍区积极拓展士兵军旅生活纪念光盘功能，将士兵日常工作生活，特别是完成重大任务等情况，分阶段拍摄制成电子家书，及时寄到战士家中。电子家书寄到战士家中后，他们的父母亲人、左邻右舍、同窗好友争相观看，纷纷给部队写信、打电话，表达感谢和欣喜之情，极大地调动了官兵立足军营、成长成才的积极性。小光盘释放出大能量。东风洒雨露，汇入天地春。深入扎实、持续有力的学习培育，使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深深融入中国军人的灵魂血脉，成为引领官兵成长进步的行为指南，化作推动部队建设和履行使命的强大动力。高举旗帜、听党指挥的政治信念更加坚定。广大官兵从党和国家办成一系列大事、办好一系列喜事、办妥一系列难事的成功实践中，深刻感悟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强大生命力，对党的领导更加信赖。
中国道路、中国速度、中国力量日益为官兵高度认同。面对意识形态领域复杂形势和敌对势力渗透破坏，广大官兵头脑清醒，立场坚定，对七个为什么、五个重大界限等重大问题认识深刻。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军魂意识进一步强化，部队保持了高度稳定和集中统一。爱党爱国爱民的模范医学专家吴孟超，把人生追求融入党的事业，在不懈奋斗中为党旗军旗增辉。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的优秀干部恭取此礼，把党的阳光洒遍藏乡村寨，将子弟兵形象镌刻在雪域高原。万宗林、李小玉、朱玉书、王宝成、张斌、胡文龙以执着的信念书写了对党的无限忠诚。全军官兵真诚信仰，真心实践党的创新理论，科学发展观在国防和军队建设中的重要指导方针地位牢固确立。走科学发展之路，谋科学发展之策，成为各级党委和广大官兵的自觉行动。立身做人，成长进步的价值追求更加端正。广大官兵在集体与个人、奉献与索取、荣誉与名利等问题上，是非标准更加清晰，价值选择更加正确，勤奋敬业、无私奉献、追求卓越，在军营蔚然成风。红色档案专家刘义全，一条板凳、一张桌子、一双手套、一把放大镜，陪伴38年，在坚守平凡中创造非凡。新一代模范士兵向南林，在党的创新理论哺育下茁壮成长，实现了人生道路上的一次次精彩跨越。关喜志、王延辉、陈大贵、刘国梁、黄立明，不同的事迹，一样的英雄，不同的岗位，一样的荣光。广大官兵用热血和奉献诠释着当代军人的崇高价值。爱军精武、献身使命的内在动力更加强劲。党中央、中央军委和胡主席关爱基层、情系官兵，部队物质文化生活极大改善。全军召开心理服务工作座谈会，每年组织千余名心理专家深入重大任务一线开展服务，创造有益官兵身心健康的良好条件和环境，有力激发了广大官兵的使命感、责任感。从中外联演联训的演兵场，到国庆首都阅兵的大舞台，从西藏及四省藏区、新疆维稳的第一线，到玉树、舟区抢险救灾的最前沿，从上海世博、广州亚运的安保执勤，到亚丁湾、索马里海域的远洋护航，广大官兵以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无所畏惧的战斗精神，圆满完成了党和人民赋予的各项任务。三七精兵何祥美，把当兵就当能打赢的兵作为使命担当，矢志报国，精武强能，练就一身绝杀本领。铁血艇长蔡一清，潜心钻研信息化，忠诚使命谋打赢，在万里海疆更离出新型军事指挥员的不朽人生。陈李国、邱成龙、李峰、江明洲、魏文涛、武向军，一大批忠于使命、献身使命、不辱使命的先进模范，如群星璀璨，闪耀在人民军队的英雄天幕上。投身建设，推动发展的精神风貌更加昂扬。广泛深入的培育活动，激励广大官兵拼搏奋进，绘就一幅幅部队建设的壮美画卷。思想政治建设积极创新发展，军事斗争准备不断拓展深化，现代后勤建设迈开新步伐，装备建设跃上新台阶，国防科技创新硕果累累，
参加和支援地方经济社会建设做出重大贡献，涌现出毛军杰、王勋年、张勇、吴勇、江英、甘孜军分区独立营扑救山火十五烈士等一大批先进典型。蓝盔勇士江汉刚，任务压不倒，困难挡不住，病魔摧不垮，为世界和平奉献了中国军人的满腔赤诚。英雄军事五项队为祖国荣誉而拼，为军人使命而战，让鲜红的国旗一次次在国际舞台上高高飘扬。当天和一号领跑世界计算机运算速度，当航天英雄在太空挥舞五星红旗，当援建的爱民学校和康复中心在灾区拔地而起，当多支集水团打出的一眼眼井给久旱大地带来勃勃生机，人民军队的良好形象深入人心，引领风尚，举世瞩目，生动折射出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的巨大精神魅力和实践威力。回眸征程，步履坚实，展望未来，任重道远。放眼当今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蓬勃发展，追求进步，崇尚美好，成为社会主流价值，贯彻国防和军队建设主题主线，给我军建设带来深刻变革，为深化学习培育创造了良好环境，提供了难得机遇。2011年5月，全军思想政治教育座谈会在京召开，对深入持久培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作出新的部署。总政治部汇聚全军智慧，总结新鲜经验，研究制定深入持久培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实施意见，推动全军部队积极探索实践。全军和武警部队决心在党中央、中央军委和胡主席的坚强领导下，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用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引领官兵思想和行为，以更加饱满的政治热情，更加昂扬的精神风貌，谱写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新的历史篇章。是什么原因让一支军队从无到有，由弱到强？是什么动力让一代的军人前赴后继，一往无前？是什么精神让这支队伍与时俱进，永葆本色？因为有了您，我们注定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十集大型电视纪录片《军魂》，军事纪实下期播出。